师啊，他说好哈、啊，好，那我们请北边梁师来跟我们指对几句，谢谢，梁师。潘富快田，恩赐你就五十潘安的三国风，哎呀，潘唱会吧，一般，所以吼、哦，小心无马认同，所以呢，唔过见面来啊，以后要你啊，喜欢唱国语啊，会高歌好几曲啊，对嘛？所以讲呢，因为这么是讲是个用心嘛。就想讲，人辛苦嘞，不能做懂快乐事情嘛，哈。故呢，写不作为各位啊，写不动词的呀、啊，啊，用心心的呀、啊，希望下一个将来那个国去的时，哎，旅游呢，那个地皮脱的宝贵，那个地皮讲石头一样的少，但会成功。所以呢，还要还要公司的都想讲，哎呀，辛苦按辛苦按词的做了按多的。胸闻啊，全部有啊，个几个全部几个世界总领航的国位嘛。好，个重要啊，写不懂你要见人心啊，所以写不追求你位啊，那个世界有那个火跳的，就是第一，就是我家人的火跳，希望大家加入那个啊，胸闻的国位的体会要让修下，修到过程中还没懂到考验。哦，啊，媳妇都老人讲，啊，你要买一支，啊，你要买前靠弯靠，唔会推支，所以咧，咧，都滴咧，咧，胸闷个果子比较低低点哈，所以主要摆下来咧，就是来攀，但是讲攀到去，他感觉得不错，可以建议攀摆吼，就场面很拉开，安尼滴嘛，所以咧，一修到一快乐啦。猪劳碌猪食，你要买，你要买。猪肉猪食的子孙的呢，是吧？哈、啊，就会弥勒眷属的呢。所以一修就一快乐哈。啊，幸福是演用的啦。中国国外全部懂懂演用，是开发人的心，开发人的智慧的啦哈。所以呢，哎，感谢你点的是慈悲啦哈。啊，我你点的是在慈悲。不要有共识，用心，啊！要拜天拜地，消长是用功和带停，带停带弄，哦，来进堂哈。他一拜呢，他有地标，慢有香，哎，来做草食的，要磨磨的，哦，全部只要大家有心，就管大家地标按的嘛。哎，大家因为哎，你正常啊，因为你讲，哎呀，我用票装太寒光，还没票装的呀。但是哈、哦，啊，今天注意的话嘞，是要勤俭勤俭来敞开噶，冲显佛做一就是个贤女，听明白没有？哦，所以哎，没有说无关的，哎，来谈，哎，是最有福气的你啊，哈、哦，好、哦，这样讲哈，谢谢，谢谢大家哈。好，我们谢谢小师慈悲，好，小师哥，谢谢大家早。好。哎，今天我们就是，哎，因为我们以前啊，哦。在佛堂的时候，大概每个礼拜都会找一天的唱山歌，回忆一下那个先佛啦、老师啊对我们那个交代跟期望，我们感受一下。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这个安排了，大家是第一次试看看的哈、哦。那刚才是有讲过，大家觉得还不错，我们就以后再找时间。那今天只要有报名上来唱歌的，或者有准备我们公司的那个红曲薄饼。还有一包那个寿面这样啊，所以这个鼓励鼓励的啊，就要上来唱的通通有。那我们首先呢、啊、哈，请点是来高歌一曲好吗？好。